这家小就会了炸鱼泡沫炸鱼不行的嗯这个起泡也没有手啊我看到你不起好来这些抓鱼吃光东西了吃光吃东西不能说吃鱼也不吃了东西吃个没他一样多吃个没吃个泡我是吃了不来吃两个小吃个没胡大师来了，来了胡大师了，来胡大师了，呵呵，也，你转没有要不转啊这里？李先大师，啊，就是蒙啥的比赛的好我为啥的话好你还脑袋你生命在外上啊生气的说为什么为啥活得好是人家哪管人家不好奶我手太短哟，嗯，赛期还挺多呢，今年这个赛事啊，我说今年这个赛事啊，全国啊，他疫情没谁来的就，是啊，各种赛事不少，前半年是吧？
这郭老师，哟，你好，不啊？前排就是说，不能前排，前排远处才是高等车辆嘞。缺少讲气的人，缺乏。对呀，你们开始讲呗。这么安静，缺少个讲气的。开始讲呗。对吧，弟叔？嗯，应该是下飞不去啊。你不能就他老讲了呗。他老讲了呗，这个哇，打一讲。会照讲的。打一讲。发档。打一讲，他不是他现在丢了字啊。你可想个办法。这不就说最佳办法还是下飞飞过。他脑一讲更厉害，风一讲。搁猫了这个，你看你哪边怎么着？他住到这个，你看吧，你能叫他跳着吃？他本来是他封他那局的，让他那局转悠出去。我回来打的，又封个四那局了。是呀，正常，那也不封咱那的封人家。嗯，有四十斤。我讲下来呗。我是讲了呗，这都是。现在又可以搁的十足啊，你讲的人头也有，顶住不就失去了？确实。这刘元帅光叫李师傅赢过，赢几盘？水咱好，赶快输给他。掉车了，贝贝。那操心刚做呀，不注意讲气刚哎，不是还好没掉东西。哎呀，咱俩走吧。事情。俺有点时间，咱俩走吧。看，你活我也看着干了。哇，行。啊。出来歇了，不出歇了。刘六，这好办法，还绝对飞翔了，刘六，年年还有选择。他当年年当年也玩的，听你说吧。老姜也保不住了，刘哥，你说你来了来了，你说那不是越说越悬，老姜还唱着好多的歌了。这时间问题，步数上就够了。不是这够了。哎，你没时间是别的。没时表是不？时表了。时着表啊，时着了。俺挨着的转着去。时着表了。步数上够了。这个有后期走。那气并不好。嗯，他有错好有。
看我这个胸口拉上一小口长着口的呀。底下目的是够够拉不拉出去。你退役啊，他退役。退不退不有点变化了。是吧？这去鱼都会自来起。因为不是他说啥的，我们没看到那个，他是误差的，只有时长是误差。你看的少近一点，我看是近。哎，这里头有大变化。搞起来的像那谁呀？他带着香没？我他带香啊，这位。哎呀，人搞起来了，我们看还要带香。呵呵，反正他也不敢吃。看这个倒肉不敢吃。搞起来！你把它带香吧，带香的人你放一下，那么高的木地养不起都不带。嗯。吃的。你得接孩子回来。我不接孩子，就是他不在，就上你坐点了。我慢点啊！好，我不回家了，他直接坐上就行了。其实，泡泡挺撒心嘛。又吃了吃的急。刘哥，嗯，晚上，那今天来讲的非常正确，非常好，非常好啊，是啊。箱子上够了，这足够。不敢想，不敢想。连山不敢想了。Yeah, yeah.
陕西一个叫朱元家的更厉害了，我当时在网上看到了，比河南就是厉害的，比河南，河南。嗯，他们家就太大了。我敢想，人家这个，我敢想他个干腿筋转的跑了。兄弟们说，我平了平八块，平几平百是吧？嗯。那个小姑娘，她瞎吃。应该顶啊，有一个麦克。那么人能挑门拉呢？这是说俺这其实就不得跑了。那什么样子的？就是干嘛的？也跑不了。当然是踩的。哎，他手机也去。他是练兵短袖啊。我们车上跑，车上跑那是当先手啊，先着了。上油上电瓶子了。我你吃了以后不要挺毛挺少不是？吃点冰，吃点胶水。我这吃不了，搁这跑不行。更可怕。是吧？踩冰厉害。踩点冰。踩边做好，不是还踩点边冰，不是踩着跑，他跑不管上哪，最后不是地没地紧啊？你前进去不是人家顶住了？过去了。叫的干得倒了，等不起了。左边是一个，左边是一个叫龙头。现在你给我看了去，绝对来，这嘟囔着我听见了。绝对来着，我就刚山上的。你来那嘟囔着我听见了。不来就刚山上，也得来差不多十一。哎呀，回来了！你上来就没三个点，你上来就没。可能是在中途。跳一跤就没法，跳一跤。听点声音，听点声音。跳一跤就没法。你跑了啊，那边太危险了。我这刚上火了。你上哪边了？哦，什么汗叫啊？地方，好地方。小跑跳上了。啊，脑袋还一把麻。也明天缺少。你别讲，缺少。啊？